了一千里。你三位听讲拢有心肝来，感觉真无好的代志。哦，要来求忏悔。今天你要来忏悔哦。忏悔，咱现场超越有一个真高盖的人。叫做许孝顺，我的心内有一支笑，嘿嘿，这支笑呢是咱牛腩世间所有好朋友呢，你的堂弟，你的堂弟你也知哦，这边的牛，这已经上一百五了，超过，超过啊，超过一点点嘛，轮流啦，轮流，一日一日来，你心肝要忏悔什么代志，顺便给你解决，来，许志豪，请，因为我刚刚吼是安尼因。听起来嘛好运，啊听起来嘛艰苦，吼、哦，就是这十年嘛，大家知影我换头路嘛，吼、哦，我咧主持节目嘛，啊其实哦，哎、欸，我知这句我知，你知哦，一年换二四个头家，无啦，无遐济啦，啊主持了，哎、欸，其实有真济朋友伊讲哦，志豪，其实我较早哦，你参加选秀比赛时候，我都有看你啊。嘿、欸，你唱歌比赛出道的嘛，哎、欸，知影我唱歌比赛出道的人拍破我一下，我看咩啊？对嘛，还好。我想讲，咱魔导人这么有同情心。我啦，那这有什么问题？无，阿英就讲我啊，至少你嘛，你主持十年，你有十年的时间无发唱片呀。嗯。所以特刚搞我写，特刚搞我写哦。写讯息来搞我讲，如雪片般飞来啦。哦。大家拢讲哦，你无出唱片。好笑。当时多少？我是小豪，唔是好笑咧。天哪！啊、所以我刚刚我要求忏悔，我要求忏悔就是讲我要向遐爱听我唱歌的好朋友讲一声拍谢。虽然我今麦咧主持节目，唔过哦，我嘛是做爱唱歌的，希望恁给我一个机会，安尼好唔好？你的重点讲到，伊就是讲伊要对不起大家，就是伊是安怎主持的无发唱片啊，对不起你广大的歌迷。这边哪改？边哪改？你口气拿提来，我问哪改？其实就是讲吼。给一个完美主义者影响了他生命中中很多的取舍。对哟，啊，因为伊的命格不是普通人的命格。哎呦，所以我想请示一下这个王爷。啊呐，啊哦哦，王爷，我收到，工作这么久哦，工作聚会啊，哟，哎，王爷讲叫你回去。啊、你面对这些观众，是面对超越的收视群众，是你好啊，唱一首改变你敢那无啥，甲过去无啥感官的歌。好，哎、欸，我来跟一条。好，可可托海的牧羊人，哦、谢谢。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。山谷的风，它陪着我哭泣。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，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。我酿的酒，喝不醉我自己。唱的歌却让我一醉不起，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，穿越戈壁，可你不辞而别，还冻结了所有的消息。心上人，我在可可托海等你。说你嫁到了伊犁，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拉提，还是那里的杏花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？毡房外又有驼铃声声响起，我知道是你，才被人人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，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能忘记。心上人，我在可可托海等
说你嫁到了一品里，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娜拉蒂，还是那里的杏花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？的歌曲，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。这样子的掌声，这样子的热烈的回应，相信你的忏悔得到了允诺了。曲志豪，总算。谢谢